车子换掉。上紧发条，让雨量测量更精准。吕全恩爬上自家顶楼，这小小天地是他的大大梦想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包括雨量、风速、温度、测量仪器、自匪天构一应俱全。下雨的时候，浮标也动，记录值也动，就知道几点几分下雨，雨下多大。研究每天气象可不是闹着玩，而是来真的。因为吕全恩甚至还有气象局核发专用气象站执照，更是全台民间唯一一人气象站，投入气象研究40年不改初衷。主要的仪器都有了嘛，这个测风仪器嘛，还有雨量仪器都在这边。他只是说我这里的场地比较小。一开始吕全恩土法炼钢，脚踏车零件改装成风向标，将码表改成风速表，一人。气象站更完整记录彰化地区重要的风速雨量数据，准确率其实还蛮高的。下午大概几点到几点左右的时候要下雨，那其实早上的天气还算稳定，可是果然没有多久之后其实就起风了。记录彰化在地气象数据获得不少网友肯定，全台唯一一人气象站不输专业，闯出名号。记者陈孟辉彰化报道。